啊，该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。这一句经文好啊。啊，三世诸佛没有不相念的。哪有佛不念佛的道理？为什么？佛佛一体，所以他想念。啊，世间人迷烂，以为这个身是自己。啊，其他的不是自己，错了，全是自己。除自己之外，没有其他了。这一桩事情，我们相信，人都会做梦。在梦中呢，一定有自己。啊，诸位想想，哪一次做梦没有自己？不可能的，梦一定有自己啊。自己之外还梦到很多人，那人从哪来的？是他跑到你梦中了？不可能，任何东西都不会进入你的梦中境界。梦中境界从哪来？都是自己的念头、意念变现出来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是别人想，是自己想。既然是自己心想生，梦中的自己是心想生。梦中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心想生，那一切一切不是你自己是谁啊？这个我们能想得通啊。梦中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错了，通通是自己变现的啊。自己变现的就是平等对待呀。那是正确的。啊，般若经上告诉我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永嘉大师真道果上说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经是佛说的，真道果是祖师说的，都是真话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把这些道理、事实与真相全搞清楚、全搞明白了，这一句佛号能解决一切疑难杂症。你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，冷静下来，或者念十声佛号。啊，念佛的时候必须要放下一切杂念。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个佛号就得力。
你肯定得到阿弥陀佛诸佛的加持，你的疑难杂症迎刃而解。啊，要学佛陀，学佛的智慧，学佛的慈悲，学佛的道理，学佛的神通。要问怎么个学法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